Hello， 今日已经是7月5号星期四，你们看紧的是我刚刚先制作好的短片，里面的相和短片都是我在3月15号至18号由多伦多回程回温哥华，在火车上面16、17两日拍的，当然再加上这些天空上面的生物啦，再加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啦。我希望你们都喜欢我这种制作的方法。拜拜。
今天是十七度冷，